毒辣辣的太阳，36度的高温烤酒，看长沙火车站正值暑假之时，很多家长带看自家孩子去旅游，也有些学生称放假去见在外打工的父母亲，还有很多学生结伴去搞同学集会，一时间车票就显得格外紧张。我今天上午接到战友电话，要去成都看望首长，结果只买到了长沙至成都5欧2次车的站票，下午17:02分开，因为时间不能等待，想上车补卧铺。长沙开车后太多人挤了补票，只因本人身小体弱，年龄偏老，没挤过人家。车到岳阳后，我想拿我的老年证和军人退伍证找刘车长帮助补两张卧铺票。当把两个证件递给刘车长后，刘车长没看老年证，只翻看了退伍证，再看了我一眼说，老同志等一下给你解决。当我拿到两张卧铺票时，心里不知有多激动，原因不是我的老年证起了作用，一列车这么多人比我年龄大还很多，是我的军人退伍证起了作用，这个证跟我30多年了，以前无半点作用，无人问津，今天第一次被这位刘车长认可，是这位刘车长响应国家号召，从意义上理解我们这些老兵，从行动上支持我们这些老兵，从思想上尊重我们这些老兵，我衷心感谢这位刘车长，代表老兵向这位刘车长致敬。空军原高炮39团军修所炮技师刘俊和2018.70.16写于502次列车上空军战友网，欢迎战友踊跃投稿，责任编辑。